啊，都吃饭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个，我也想吃什么，我点外卖。我都行。哦。那是啥？那我去做饭吧。那还是点外卖。什么意思啊？幸福多好吃啊！不是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过我说的好像是事实吧？对吧，小哥哥？那我们切磋一下，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吧，你俩切磋一下，就一人整两个好点好吃的菜，就拿手的菜，然后呢，我给你们做个点评，给你们评论一下。行啊，啊，现在就让你们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厨神。对对对，去去去，走在自卖。不是不想让你累吗？我给你拿特色。嗯，好。来来来来来，厨艺大赛正式开始，给我上菜。哥哥先尝尝我的。好，哎，等一下啊。在我尝之前我说一下，既然大家是比赛对吧，那肯定有输赢了，那我们输的肯定要接受点惩罚对吧。嗯，你说罚什么？输了表演才艺吧。没问题没问题。你呢？行啊，我先见识多。哎，好的，来，我看着品鉴。所有的菜我都试了，那我现在开始评分了啊。啊，等一下啊，等我一下。嗯，打分吧。那个，你放言静静，我肯定公平公正啊。那个要公平公正。你们等一下啊。啊，通过我的品鉴呢，我站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角度上来说，静静、小米做的饭菜，哎，都我们家文文做的好吃。啊！不行啊，不可以攻打评委的啊，不可以的啊，认赌服输啊，认赌服输。表演就表演。哇。Yellow mama, you looking good. I see you wanna play with a player from the hood. Come holler at me, you got it like that. What? What? Yeah. I can't take this off.哇，看不出来，真有厉害厉害厉害！到你了，到你了，我对，回来。嗯，啊，既然如此，嗯，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，嗯，分给大家，喝一个。啊！表演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行行行，算算算算，洋洋。有没有想我啊？那个几天没见你，你都瘦了。哎，啊，我给你带了土特产。不用不。谢谢坤总。没事，小事儿。那个瑶瑶。嗯。我最近开有点大，你看有没有？上次不是给你的年薪卡吗？你们都签过字的，下次发工资要等到明年了。你每天给我签东西签那么多，签来签去的，我知道签的是啥，你这不坑我吗？我没有。还给我5块钱呢。拿给我一下。好。不，谁啊？总公司徐总派下来检查工作的，并对你的任职进行检查。不是，你还说你没有坑我，你干嘛不跟我讲一下？你又没问我。你。坤总回来了。啊。方便聊一下吗？啊，方便聊呗。啊。到底是不是？听说你刚从西安回来呀？啊，还不错，果然没让你彻底失望。啊？听瑶瑶说你对公司业务方面不放心，你还亲自跑了一趟。啊，应该的。提升管理的也不错，行，好好干，走吧。啊，我送你。瑶瑶，8点下班陪我吃顿饭吧。哦，对了，坤总。啊。不用那么拼，有多少能力啊，做多少事儿。平时没事的时候呢，旅旅游，放松放松啊。他怎么穿啊？呀，谈恋爱呢？我没有。那个，刚才那哥们是你男朋友吗？我单身。对了，坤总。啊？这是我的私人问题吧？我就随口说一下嘛。来来来，吃泡面，咱们给你泡的。谢谢坤总，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。那个东方手头工作，听我说两句。从此以后，瑶瑶是公司特例，他想干啥就干啥，我说的。好。行吧，你说的算。好好吃啊。
哎，瑶瑶，那个钱的事情，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？公司可以报销的，你拿发票就可以。我没有发票啊。爱莫能助。别吃了。坤总。老大。你要回去吗？我找发票去。那个，你刚刚是不是说我在公司我说了算对吧？嗯。嘿，来来。治不了你了。那个不到十点钟不许下班，你们帮我监督他一下。好。说昨晚太累了，让我睡一会。你爸妈怎么回到家了？嗯。啊？刷一会了。谁是跑？我看他乱，我收拾一下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。怎么说？不过你要走的话，赶紧走吧。谁说我要走了？那个我还见叔叔阿姨呢。你睡吧，我换个衣服。阿姨，你刚回来不用忙活了，阿姨。见西瓜。啊，好嘞。吃完买。啊，好。吃个西瓜。阿坤啊，你不是不能吃甜的吗？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那个最近身体不舒服啊，不能吃甜的，不能吃。妈，啊，不用拿，他也不渴。对啊，也不渴，就是那个昨天到现在没吃到饭，啊，有点饿。哎，你怎么不做饭？啊，做饭去。啊，好。阿坤，过来。好。你看羊好了吗？穿一只，叔叔今天宰一只。我不，不用了，叔叔。哎，没事。叔叔，哎呦，叔叔不用，叔叔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没事。每次来叔叔阿姨这里，都对我那么好。叔叔，叔叔，那个你等一下好吗？我有事跟你说一下。还是告诉他们吧。我有事跟你说一下。叔叔，其实我想和您说的是。我跟王已经分手了，是我提出的。我知道你们年纪越来越大，其实我们没那么跟你合情合意的。如果你们这个人好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叔叔，你误会我意思了，不是因为这些，是我个人的问题。哎，叔叔，你冷静，你别激动，叔叔，我那个有话好好说啊。坐。哦，你坐，我自己拿着去。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，小情侣吵架，你们像个男人一样追回来，这样。但是不管婉婉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是站在他那边。啊，我知道，叔叔。好。